好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西洋梨派啊。西洋梨它有红色也有绿色，哪一种颜色都没有关系。那这个西洋梨它的季节是差不多在冬季的时候，所以现在做正是季节哦。那在西洋梨呢，我们挑那种三个结实一点的那个西洋梨。那因为西洋梨它本身结实的话，那我们要把它用水煮，我们加点糖，加点柠檬，然后再加点那个公酿干邑酒，这种酒精成分比较高一点的哈，然后把它煮，煮了大概煮约20到25分钟左右，把它煮软就好了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来做西洋梨。那西洋梨我们先把水煮，煮这样放下去，好，煮开。然后在这同时，我可以先放下大概30-40公克的糖，也不用到太甜了，大约就可以了哈。然后那再来一点，我放一点陈酒，让它提点味。那再来呢，最主要我们放柠檬，就像我刚刚讲，这个柠檬呢，它可以让梨子不会变色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开始来削西洋梨。好，很重要的要把这个壳去掉，大概就这样子，这样子切行哈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把梨子都已经处理好了，把里面的壳和它都给去掉了啊。那我们就放在这个锅子里面，刚刚已经调了味的里面煮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放下去，就让它煮个20到25分钟。好，那利用这个时间，我们来做派皮。派皮部分呢，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个模，那最好要活动模，它能够活动的啊。那派皮的部分呢，我们大概需要低筋面粉，大概250克啊，然后奶油125公克。那我们还需要一个蛋黄啊，然后再来要细砂糖。细砂糖呢，我尽量放少一点，我不喜欢弄得太甜，因为我觉得自己做点心的好处就是说，糖分你可以自己控制。外面的点心都太甜了，我们吃有时候也不太喜欢，也可能对健康也不太好啊。然后这个盐巴要半茶匙，水70cc。好，这个就是派皮的部分。我们现在开始来做派皮啊。派皮呢，我今天用这个机器比较省事，但是你一般如果家里没这个机器没有关系，你就把面粉就是铺在桌上，然后中间画个空的圈，等于说像一个围墙一样把它围起来，然后把其他的材料都丢，包括水呀、蛋啊、糖啊、盐啊、奶油，全部都放在中间里面啊，然后呢开始慢慢的往里面一点点拨，一点点拨，一点拨，然后再轻轻揉成面团。啊，这就是一般的做法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节省时间，我们就用这个机器。那机器像这种电动的搅拌机啊，它会有可以打蛋的、打面团的。那你要用这个 K 型桨，这个像一个 K 字 ，K 型桨。K 型桨是专门打派皮，就说打那种不会起筋的面粉，就是然后会有酥脆的那种感觉的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再开始啊。那我们要糖40克。盐巴半茶匙啊，好，250公克的面粉我们也放进去啊。然后再来，我们要125公克的奶油，那我就不量了，因为这个他们现在这个奶油啊，包装上面它直接有刻度，告诉你说这是几公克几公克，很方便。我们就直接它的50公克的值，我们就直接照它这样子来大略切就可以了。那我现在要125公克。好，奶油呢，我们大概给它。你平常做的时候最好能够让它在室温稍微软化一点，那你们到搓揉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一点。那我现在就将就就把它给弄得小块一点，它待会比较好搅拌。然后70cc 的水。那再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用的是蛋黄而不是蛋白。
这个鸡蛋呢，你最好不要，最好是室温，不要用在那个冰箱里面拿出来的，要不然它那个蛋跟蛋黄哈、哦，蛋白跟蛋黄不太好分离啊、哦。那这个蛋白你不要扔掉，因为待会儿我们做内馅的时候还会需要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来搅拌。我刚开始我会用低速稍微搅拌一下。你如果是说你是自己用手揉的时候，注意你不要揉得太起劲，因为这个是酥皮的东西哦，不是像那个馒头啦这种叫起筋的，好、哦、比较有韧性的，所以你不能揉太用力，不要揉得太厉害啊、哦。好，我现在把速度稍微调快一点。好，我们先把它打开来，差不多成这样子啊、哦。你不能让它揉太久哈、哦。那你现在这个，我们自己在桌面上还是稍微再整理一下。好，我们先把它拿出来，然后你在桌面上的时候，你注意，你要撒一下面粉在桌面上。撒的时候你不要这样撒，你这样子斜撒会比较均匀一点。好，大概我们稍微再整理搓揉一下。好，我现在把面皮大概分大概一半左右，我是根据经验，我这个八寸皮这个面皮大概只要一半，这个另外一半呢你还可以下次来再继续用。好，那现在呢我就要把这个面皮给擀平来。你当然，你若是喜欢吃酥皮厚一点的话，你也可以多放一点啊。现在这个模子呢，我们必须要给它，就是上面要稍微抹油一下，到时候它才不会粘黏了。那我直接用喷的，你要喷洒均匀啊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把这个面皮给放上来这个模子上面。我们就直接这样放上来，放上来的时候好，就稍微整理一下，把周围的服贴进去。好，我现在大概每一周哈，就是每多周围的都给它压平了哈。压平呢，这个木部位很重要，你在上面稍微滚一下，把它给滚一下，好，然后它，然后一拉，它周围就整齐了。好，这样就出来了。那周围呢，稍微有点破掉的啦，或者是不足的呢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把它补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像这样子稍微再补一下。你这个弄好之后啊，就把底部稍微搓动一下，搓动它，到时候你烤的时候它才不会膨胀起来，它会有可以透气透过去。我们就这样把它搓动就可以了。你夏天做派皮的时候啊，因为天气很热，所以你要注意，就是说这个派皮你最好是从冰箱冷冷的拿出来，要不然它会很软，你不容易推，一下就逼住它就软化开来了，所以稍微有点冰起来的话，它比较硬一点，比较好擀。好，那现在这个派皮就完成了。那我因为我现在来准备内馅，我就先把它放到冰箱里面，稍微让它冰一下。